早上好啊，感觉今天有好事发生，那录个妆期待一下。哦，果然是闺蜜要带我去吃大餐，那还化什么妆？走了，预备，加酱。这一餐感觉我能胖个十斤，哎，好幸福呀！有一个不远千里带我赶上伙食的闺蜜，你有没有这样的闺蜜吗？晚安。